ไปค่ะไม่รู้เรากินเพียงแต่เราควายแก从这边下去好了，哦，不要从那边直接下去了，因为要东区，东区的，因为那个游客看到说哦，那么多人下去，他等一下从那边上来。哦，好好好，了解了解。因为影响他们东区，因为他们。对对。王妈妈，我宝钗呀，因为那个调，我已经调酒，我去过。他是委员会的，我去过，去过就好了。嗯哼。杨老师，往那个转盘那边看一下啊。啊，对对，转盘那边看一下。以前，以前就用那个转盘。哇，这个木头也很，哇，这个很好的木头呢。那发发的时候，那个水它淹到那边了。哦。那个泥巴。泥巴哈。这个花店长是失去了，他员工在上班的时候走的路。对，哦，走到。走到花店长。那边是花店长。对。要过河。是啊。你要过河。这个，我跟你讲，以前哈，这边是他们是从那个。那个绕过来，绕街走路过来，走路过来这边呢，后来发生两次冻伤了，死了两个人。那后来发电厂呢，又做了一个人工半隧道，就是叫安全走廊。结果安全走廊又蹦下来了，啊，有一个外国的传道师啊，就砸到河里面去。啊，留在上面去，啊，那后来他们用员工的安全看路，他们就做了这个孔塘，啊，我刚才讲的孔塘二小时，啊，有电线杆那个地方，啊，啊，那个到萧玉溪的路上。赶工赶得要死，结果又逮进那个，嗯。这边那边分散，因为那边东面好做，那两个好做，那这边就是没有空间了，所以把挖起来堆在那边，还要车库那边，再堆不下再往那边。这个困难的。对呀。把那个挖掉，对的。你现在就打地基了。他昨天给绑下去，前天绑下去。结果下雨，那个双轨又下去，他昨天又清一清，昨天下午下雨又下去，这个现在不能过去，今天清好了。他说，等等我们现在不能掉了，那个双轨又下来啊，我怎么办？老师几个工人，干脆叫他回去了。对啊，没有，但是不用折返。所以这个工期，所以可能要到明年。嗯。现在这一段做好，还要轨道，还有因为它还有周边的工程，后面那边也有。对。重点是地基要打好。对对对。对要在那边休息一下。好。因为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，哎，回去不要一个一个解释了。哈哈哈哈哈。你们照一下，每个人。对。
到那边才讲。哎呀，哎呀，这哎呀，这个错错的，这他妈的打错我，要回来吧？啊，我这是哪？我这也。